我们机械地精与世隔绝了无数年，全心全意强化我们的身体与心智，但是我们不计代价地追求完美，却差点带来毁灭。现在我们知道平衡才是幸福的关键，我们可以继续进步，但不能失去自我意志。终于要离开机械钢城，与地精同胞重修旧好。我们会一起打造光明璀璨的未来，为了联盟。不确定的时候更要好好规划，安全第一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务必小心。欢迎你，朋友，我是安杜因·乌瑞恩国王，我想亲自欢迎你加入联盟，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艾泽拉斯，现在正是动乱的时刻，接下来你会面临很多考验，遇到很多敌人。记住，你绝对不会独自对抗黑暗，联盟会与你同在。我很期待你的战果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碰面的。你讲话可以有条理一点吗？不管多贵重的升级零件都比不上自由重要。下次见。浪潮贤者正在普劳德摩尔城堡治疗他，到那边找我。就算机械地精帮不了他，至少能撑住救生舱，让我有时间去找人帮忙。导航旋翼机会直接带他到机械钢。我应该先告诉伊拉米我们要过去的，我们得想办法比救生舱先到。我们去找华伦谈一谈，他会告诉我们他需要用到哪些东西。你要结构图吗？我会亲自监督开启救生舱的准备工作。我预估里头的病患被压碎的几率低于50%。有什么事吗？勇士，有紧急情况需要你立即处理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快回救生舱！想听听我的新计划吗？制作进度符合预期，克里斯蒂会从生物力学的角度分析病患的状况，等待使用者输入。
维修这个病患需要最先进的硬体组件，我会等你们回来。我没有目标，我需要目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你要提交查询吗？这些组件需要微调一下，在此之前，伊拉敏需要你的协助。你考虑过进行更新吗？你取得的资料应该会对我的计算非常有帮助。真是适合升级的天气。开始进行互动。请输入讯息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我的用途是服务大众。进入前置模式。嗨，你好啊，后会有期。开始进行互动，凡事总有办法解决。我看见你了，请表明来意。真有意思，感谢你的协助，请把这份资料分享给克里斯蒂做分析。请输入目的。太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用这个资料来让组件跟病患的神经振动频率同步化，启动同步仪。在这个序列的加码量相当惊人，只要稍微调整一下，我们就能把它的逻辑推理能力强化10倍。我们喜欢它目前的样子，太强的逻辑会导致它丧失内心。你的要求并不合理，毕竟这是能让它变得更完美的机会，但要是你坚持的话，我会保留它原本的功能，包括它的缺点。等待使用者输入。时间来校准电路，完成了，快把开关打开吧。准备好就动手。成功了吗？成功啊！我在哪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达萨雅路的那场战斗。非常感谢你，伊拉米王子，你也是凯尔西，还有你。勇士，没有机械钢人民的帮助，我们也无法办到。而且我知道有个办法能够报答他们。
没有人是完美的。不确定的时候，更要好好规划。城市里还有许多不受控的机器人，要是你能帮忙清除他们，大家会很感激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去回收废铁吧。轻轻松松就能解决他们。准备好就说一声。他太远了。抵抗是没有用的。怎么了嘛？真不敢相信，眼前就是传说中的机械钢城。伊拉米王子，这太壮观了！谢谢你。很可惜，这座城市长久以来都象征着我的人民与其他地精之间的分裂，而这一切都是我父亲造成的。无论进行什么样的升级，我们机械地精的内心仍是活生生的地精。如果你们接纳我们，我们希望能跟诺姆瑞根重修旧好。大工匠，如果你能带领我们，那会是我们的荣幸。伊拉米王子，这是我的荣幸才对。我愿意接受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我需要你与我并肩合作，担任顾问以及朋友。大工匠，我欣然接受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去向人民说明。好几个世纪，庆祝诺姆瑞根与机械钢再度团结的日子。如同机械钢居民因结合血肉与钢铁而受益，我们的结盟也会带来成功与繁荣。应伊拉敏王子的请托，我很荣幸在此向大家重新介绍统领所有地精的地精之王杰尔宾·梅卡托克。做工时间永远不嫌多。准备行动，我会等你回来。
时间自会证明一切。